来给北木打个电话，问下北木要不要双排搞一下。单排不好搞，单排打不动，说实话，粗了剃眉毛，这也是拼了。喂，兄弟，整不整？输了剃眉毛，搞不搞？我头发已经没有了，我剃眉毛，你剃头发，好不好？搞不搞？100连胜。我不剃头发，我操！那你剃眉毛，我剃头发，我已经干了呀，我已经没有了呀，兄弟，你怕什么呀？我这输不了，我很强的呀，我全球第一貂蝉。你这么多生的英雄池不会翻的呀，兄弟！你他妈青铜翻车，我操！青铜翻车不是我想翻的呀，是对面真的很厉害，你自己看。我知道我在看，可以，要不我们搞一首这个双排冲百胜啊？对啊，双排剃眉毛啊？对啊，剃眉毛，输了就把眉毛剃了。不会，我们不会输 啊, 对啊，我们双排冲百胜怎么？对啊，双排不会。OK， 那买个号码，到时候双排搞一次。嗯，好 ，OK， 可以 ，OK， 拜拜。你记住，我用眉毛起誓，我一定会拿下你。就是狙击我，你也打不过我和北木。就这么告诉你，他巅峰赛第一，我全球第一貂蝉，谁来谁死。就这么告诉你，来狙击。